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專家評賽入面組第一輪賽事。今日嘅辯題係在現今香港傳媒監督實際行政權力中最有下力量。對賽雙方為正方特別律師，反方保護律師。香港大部分媒體都是私人擁有的。中大新聞和傳播學院教授李達峰指出，即使香港媒體有公報
自我審查，但喺網絡媒體出現同埋新聞人員嘅自我操守，都令到傳媒業扮演監測者角色。近年港鐵沙中線工程偷工減料，唔合乎施工標準事件，由《蘋果日報》率先報導，連日跟進，令到政府同埋港鐵高層即使多次表現冇問題，最後都係要承認錯誤，做補救工程。港鐵主席同埋行政總裁先後人夠辭職。今年七月底，港鐵元朗站發生白衣人士衝入車廂襲擊乘客，而警方竟然長達40分鐘都未到場。事件由立場新聞記者現場直播，噴槍站通過其他節目嘅閉路電視片段指出，白衣人嘅出現其實已經早已出現咗噶啦，但警方多次錄音仍冇採取行動，令到全港譁然。事件引發民意反彈，警民間關係再創新低。喺民意壓力之下，本來只係首次六月跟蹤暴力衝突嘅監警會，需要擴展範圍到之後嘅警民衝突。傳媒反應即時報導，持續跟進，迫使政府回應，喺立法會調查或者司法覆核做好嘅。最後，我想問楊芳同學，既然你哋覺得傳媒唔係最有效制衡政府嘅方法，請問你有冇第二個建議可以說服我哋咧？多謝各位。阻礙報導，先是用強光照射記者，再到向記者施
脂肪、照拍霧、掟催淚彈等等，都反映出公權力刻意阻礙記者拍攝現場情況，令前線記者使用嘅武力不斷升級，企圖熱身，損害公眾知情權。倘若傳媒監督真係有效，點解政府就以上事件嘅取態就係全力支持警察所作所為呢？記者採訪難上加難，傳媒如何最有效制衡政府呢？總括而言，傳媒自身質素下降，新聞自由又被多重部門打壓，無法給予政府壓力，制衡無效。多謝各位。檔案決定嘅用時係3分09秒，無超前嘅頭髮。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聽取對方委員回答問題。打亂舉手嘅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提出，情況認同可以即時扣分，持一分。如公辯一方完成發言，判可以自行嘅持有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審判員注意，寫公辯分數嗰陣要特別留意次序，特別係發科嘅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至答辯分數。好，而家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做公辯。我們有2分鐘嘅時間，問揀一位反方辯員陳述。我同學你好，我想問你覺得政府需唔需要被制衡？需要。咁應該用咩方法去制衡？我方認為人民嘅力量足以制衡政府而傳媒。咁冇傳媒個人民嘅力量點樣可以聚集？點樣冇傳媒個人點樣去發布一啲人民嘅意見出嚟？傳媒係可以發布，但係最後制衡政府嘅咩？係人民帶出嚟。多謝有方承認咗呢樣，傳媒係可以發布嘅。咁如果要冇傳媒發布嘅人民嘅意見點樣出嚟？就算傳媒發布咗又點啫？而家咁多不實嘅報道，咁有方可以話我聽點解人民嘅力量比傳媒更有效？人民嘅力量嚟自最近反修例事件當中，人民就係企咗出嚟遊行之後，先至可以制衡到個政府。呢只傳媒咁樣温柔回答我，究竟人民點樣？人民嘅意見點樣可以俾政府聽到啊？人民嘅意見咩？俾政府聽到有好多唔係渠道，但係有冇承認住咧？渠道就係傳媒。唔一定啊，你可以有好多唔係傳媒，可以寫信俾政府噶。點解可以有唔同嘅傳媒？咁咪真係傳媒咯。咁有冇係咪真係承認咗傳媒係最有效嘅？有方從來都冇講話寫信俾政府，去政府都唔係一種傳媒。咁一個市民去寫信俾政府即一個啦。咁當係咪點樣相比起一個傳媒去發表700萬香港人？我想問一下你寫信係咪就可以得一個？有方唔可以反問嘅，有方可以答翻我究竟一個人寫信點？究竟一個人寫信點樣比700萬人更有效？首先我方從來都冇講我只得一個人寫信，而且寫信嘅話咧，200萬加幾多個嘅有冇同我講緊200萬人？就算我假設200萬寫信啦，點樣俾一個傳媒去發表700萬嘅意見？傳媒係咪可以？我方認為傳媒可以代表至少700萬人。咁如果今日傳媒代表唔到700萬人嘅話，會唔會比一個人寫信多啊？係嘛？點解傳媒？代表唔到700萬人嘅證據，我哋冇底。頭先你話反問啦，投訴嘅情況，誒要問咩情況？先講啊，先講啊。我想問而家到法方嘅方面，有2分鐘時間。罪嘅準則就係推動改變。想問依家咧，到底點樣改變啊？咁我哋見到喺譬如喺五大綜合裏面咧，政府已經回應咗一個。即係咧有方咧，咁樣依家咧，見到就算咧，譬如你講啊，立場新聞報咗咧7/2/18人打人之後咧，有咩改變？政府我哋就見到政府有啲咩改變。再想問下有方同學，新聞自由有冇被打壓？新聞自由就算係有嘅話，嗱有被打壓嘅話，咁咪即係代表佢已經採訪唔到，冇乜將所有嘅真相公佈出嚟咯。嗱，再想問下方同學，警察咧喺對呢啲嘅記者拳打腳踢棍呢啲媒體服務咁唔合理嘅對待嘅時候，有冇妨礙佢哋嘅採訪自由？我哋見到喺當係7/2/1襲擊啊，元朗襲擊立場新聞其實有直播嘅，係有直播，咁跟住咧政府有冇回應啊？政府有回應啊，佢回應咩啊？
兩日之前嘅記者會咯，民間記者會。但係最後係因為市民不斷將呢件事推到上去更上嘅層層面，咁先至令政府有回應嘛。嗱，我翻呢點都冇解釋清楚㗎。嗱，所以再想問下君豪，新聞能唔能夠令人哋了解事件？啱啊，啱有方文，你講話人民企出嚟，人民點樣企出嚟？唔就透過傳媒。嗱，啱啊，有方子都死㗎，最終就係邊個拿出嚟？市民，唔係傳媒。嗱，就算啲傳媒大肆報導咧，政府冇回應㗎。再問多兩方同學一次，新聞能唔能夠令人哋了解事件嘅真相？新聞可以令到人哋了解。嗱，但係因為而家咁多不實嘅報導咧，我方就唔知道到底咧啲人咧瞭解咗啦。但係咪瞭解曬所有咧？唔係。嗱，所以想問下方同學啦，不實嘅內容同為新聞，會唔會令人哋會唔會令到讀者俾人誤導？今日我方唔明白點解新聞有唔同嘅，今日新聞係有唔同嘅立場。但今日就因為講緊有唔同嘅立場，就係因為佢裏邊有不實嘅報導咯。有不實嘅報導咪點啊？唔知道曬真相。咁佢唔知道有真相嘅時候，佢點樣審視事件？有方仲要講到鬼分析事件，我方就唔知道分析咗喺邊度啦。所以今日咧，所以咧，有方咧係冇辦法。所以今日咧，再問多我哋方同一次，呢啲咧冇辦法。時間到，多謝各位。
今天等一下，我们要参加这个会议啊。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天有分行的立论很简单的，只要传媒是一个意见平台和揭露到滥权就可以是最有效的。但按照有分行的逻辑，我想问一下有方，星岛这些又是不是真的一个意见平台，又有没有讲到这些示威者的声音呢？有方没有解释清楚的。文汇报、大公报这些又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讲过。因此有分行今天的标准过低，有方举出了沙中线、土地大辩论等等的例子，就是全靠传媒帮手把关。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民间对明日大屿无反应，对沙中线无反应呢？不是，我们看到的是沙中线这个丑闻揭发了之后，有市民去到地铁、去到火车站那里做行做这个示威，之后才逼到去做这个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嘛。现在讲的是，市民更加有效，传媒怎样令到市民知完之后得到支持，你都可以继续做专，对什么都不理的嘛。所以有方没有解释清楚，而我方都明白今天要今日，但係今日咧審視呢個辯題，唔係睇單一事件，而係要睇咧整體嘅趨勢同埋傳媒自己點樣諗。趨勢上面，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香港嘅新聞自由指數咧由2002年嘅18名跌到今年嘅第73名。香港市民對於香港新聞嘅公信力咧10分滿分，得翻6分。而再睇新聞工作者，其實有方自己都承認咧有自我審查嘅情況嘅，但咧就唔了解究竟個情況有幾咁嚴。2018年，香港記者協會訪問新聞媒體工作者自我審查的普遍性，10分是最高分，結果新聞從業員的評分高達6.9分，越高分即代表自我審查的情況越嚴重，越亦即反映傳媒監督政府的能力亦都越低嘛。有方你講到傳媒監督可以揭露濫權的時候，又點樣解釋以上3個政評宏觀數據全部都是不升反跌呢？而同一份調查入面，甚至有73%的新聞工作者都話成個媒體越嚟越退步，又何解傳媒是最有效制衡政府的方法呢？而更加重要的是，而家不同政府部門困意阻礙傳媒採訪，近日警員怎樣對待記者不在話下，連早前2012年的時候，時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訪問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會面，都一改以往出行之前會先發新聞稿通知駐京的香港傳媒做法，刻意不刊登，令到傳媒去不到採訪，又怎樣監督到政府呢？有方自己其實都很奇怪啦，一方面就話傳媒可以代表到700萬人，但我方問你啦，喺公平環節問你，又點解去到最後咧得翻200萬人咧？有方解釋唔到，因此今日有方其實都知道呢一個傳媒可以俾人就係知個字咯，但係知完之後咧冇行，要睇翻市民自身嘅力量嘛，而有方咧講咗呢一啲個別嘅例子，就好似沙中線啊嗰啲等等啦，點解揭發咗就等同制衡到係最有效先？如果市民不關心，傳媒搜集得再多咧，亦都發揮唔到作用。因此最有效從來都唔係傳媒，市民先係關鍵。因為人民嘅力量，我哋見到香港大專國際幫你將人權與民主法案帶上美國國會。因此今日辯論不失效，多謝各位。咁我以雇用時用3分零8秒。主席評論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比賽到呢度咧唔難翻，有方咧其實係不停咁誤導大家嘅。等我而家一一為大家睇下究竟有方今日誤導咗大家啲咩。第一就有方同學今日不停咁樣鬧傳媒偏頗，咁可能有方嘅世界咧，終於喺二虎嗰度聽到，喺一虎頭都聽到啦。原來佢覺得咧，我哋香港嘅傳媒咧就淨係得星島同文匯報嘅啫，大家就偏頗政府咧，傳媒就冇用啦。咁我哋而家就同佢講下例子啦，譬如好似蘋果立場新聞咁樣，我哋都同佢講都明立場新聞淨係派埋記者，今日喺地鐵站事件裏面係喺證佢影埋證明埋。警察係經過好長時間都唔嚟，咁有方同學佢冇辦法回應到立場新聞同蘋果有報呢兩個其實都係咁樣抨擊政府喎，佢又冇辦法回應到呢啲其實係冇偏頗喎，所以有方同學今日對於偏頗嘅定義其實非常模糊，而且對於傳媒嘅理解咧都係非常唔清楚嘅。再嚟啦，有方同學就同我哋講啦，其實今日市民咧先至係最有力嘅力量，因為咧市民喺知完之後咧，佢哋自己冇心做嘅話咧，就根本係冇辦法做到制衡政府嗰一步啦。但有方同學今日有冇諗過成個循環點咧？其實係由傳媒首先係發放諮詢啦，譬如咁樣講啦，有方同學如果覺得市民係最有效制衡嘅話，今日係咪我只要晏晝真冇去到愛登堡廣場，或者6/12嘅時候我冇去到遊行啦，或者8月嘅時候遊行示威冇一個去到嘅話，你覺得我又會點樣知道呢啲消息？知道政府濫權，知道政府唔做嘢，去到最後會發聲旗出嚟去同大家講話，我反對政府，所以我要俾意見咧，係冇可能嘅。所以有方同學今日根本係而家錯咗。
市民有機會知道有機會發聲的前提是因為傳媒有給到一些消息佢哋。再嚟啦，有方就話 OK 市民可以市民今日咧就係要佢哋可以嚟同大家講下，直接踩上去政府的長度制衡政府啦。我哋嚟睇下啦，市民所謂真正有方所講係由市民出嚟去制衡政府，例如有啲咩咧？例如好似喺街上面縱火啊、大型示威、嗰度警民衝突啊、衝入立法會咁樣，跟住去堵塞啲馬路咁樣啦。咁好啦，呢個就係市民嘅弱化啦。咁到最後帶嚟啲咩後果咧？就係好多人被控暴動罪咯，好多人被警察捉咗咯。咁呢個當市民發聲，其實係冇傳媒咁好，可以攞記者證名正言順咁樣喺民間政府民間記者會，甚至係記者會裏面，可以提問問題，去直接同政府對立嘅時候，咁有方同學所講，咁你哋係咪覺得靠市民去制衡嘅話，就純粹係幾個喺連登裏面抽出嚟嘅幸運兒咁樣，可以入民間記者會喺幾日前直接問鄭月娥同佢對視，咁呢啲就所謂係市民最有效嘅方法咧。有方同學今日一直不停咁樣曲解天庭，同我哋講話市民係可以制衡到政府，但我哋今日同佢講話傳媒更加有效嘅時候咧，其實佢踩我哋嘅咧係完全對於傳媒嘅界限、就傳媒嘅定義係完全唔清楚，甚至乎其實佢自己都係誇大咁樣講市民嘅作用嘅。舉例啦，我哋嚟睇下，咁我哋要講我哋嘅行基局都講咗話係要判斷究竟一個領導人有冇係咪最有效咧，就要睇下推唔推動到改唔改變到政府啦。咁我哋見到傳媒做咗啲咩咧？其實傳媒嘅報導咧係令到9月4日咧撤回咗逃犯條例啦，甚至喺教到之前咧，政府已經讓步咁樣去暫緩條例嘅。例如而家嘅其餘四大訴求咧，都係透過傳媒俾壓力政府嘅，所以今日變係你勝啦，多謝各位。如果你市民冇反應啊，冇回應，你冇唔會親自表達
甚至睇完就算，真相又講出嚟又有啲咩用呢？好似修訂逃犯條例咁樣，如果你今日冇200萬人，冇咁強大嘅民意去表達自己對呢個條例嘅不滿，試問下，如果欠缺民意嘅真相，又會唔會做到有方所講咁好嘅成效呢？單單以媒體報道嘅其中嘅例位，政府係咪會覺得有壓力呢？因此制衡政府嘅關鍵係在於民意，而媒體呢個監督只係其中一個凝聚民意嘅方法，但最後發唔發聲係由市民自己選擇嘛。所以今日就算傳媒大肆報道，政府都係冇回應，最終係要靠市民出嚟發聲，政府先有回應，先至知道要改善問題。因此今日辯題你應該成立，多謝各位。而家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約有3分鐘發言時間。當某個方法時間完用畢，每人會宣布另一方嘅成辯時間。各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者多位辯員發言，每位辯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嗰陣，作為第4發言有辯員同你發言，該辯員同一方將會被裁判扣除3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各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我哋接受咧，法醫人毆打食客，警察事件出現，最尾咧就由立場新聞直播記錄警察遇嚟啦。咁究竟依個係咪監察緊政府啊？咁我哋都聽過下嘅喎。咁警察嚟咗又做咗啲咩咧？仲未有同學，有關成件傳媒根本係需要有知情權嘅。係喎，更加奇怪喎！警察嚟做咗啲咩？咪就係啲市民開始發現話警察會濫權咯，警察唔係掌握自己嗰份咯，所以後嚟咪見到警察都係咁開記者會要解釋自己嘅行為咯。再加埋後嚟傳媒其實喺好多唔同嘅遊行示威裏面，佢哋有記者證，佢哋錄低警察毆打市民啊，或者非法咁樣用自己嘅權力。咁呢啲唔係傳媒報道嘅話，市民點知咧？我今日唔在場示威咗，我又點知道警察原來濫權咗咧？咁我同學咧啱啊，你永遠睇立場新聞。係見到嗰啲白衣人打黑衣人，有冇見過啲黑衣？你有冇試過喺立場新聞上面見過啲黑衣人可能縱火喺度毆打啲地上？冇啊嘛，呢啲咪就偏立場偏頗嘅新聞咯。好，問多次有幫忙。我想問，有冇成成嘅傳媒監督有知情？啱啊，有幫我又講咗啦。有幫我今日睇嘅咩？咪就係大公報咯，咪就係《文匯報》咯，咪就係《星島日報》咯。所以今日有幫我哋講咩啊？咪就係傳媒偏頗政府咯。跟住我方今日睇立場新聞，又話我哋偏頗，但作為一個市民，其實係點啊？唔係好似我哋咁樣由立場咁樣去睇偏頗嘅新聞，而係佢會睇曬所有嘅新聞，知道曬兩極嘅意見。所以到最後判斷嗰個同埋決定出嚟撐政府定反對政府嗰個，其實係交俾市民負責。而點解傳媒係最有效嘅人？政府就係因為佢俾曬啲意見，俾曬分析嘅俾埋新分析嘅論點樣，俾啲市民自己思考同自己去判斷咯。嗱，所以講到尾，有方都承認咗啦，係要市民負責最後嘅決定嘛。所以講到尾，呢一個查唔查出嚟制唔制衡到，都係市民做咯。有方咧，其實都答唔到我方問，就係全部監督上處知情權。我當有方有嘅話，想問啦。點解2014年嘅時候咧，政府新聞處選擇性俾啲傳媒入記者會咧？啊，第一有方同學咧，傳媒監需唔需要知情權？我想問係邊個知情？有方同學問有啲唔清楚。第二就係有方同學今日講話，我方支持咗市民係有辦法責任。咁係啊係啊，我方支持市民係有效，但我哋今日係講啲咩？係比較嘛，係最有效。有方同學唔單止踩唔到傳媒可以制衡到政府，更加係咁樣發大市民。當我方同你講，市民其實要喺傳媒俾啲資訊嘅時候，市民先至有權去自己作出意見去制衡政府，去用自己嘅方法，譬如參與遊行示威嘅時候，有方同學又未言不答喎。所以有方講到尾都係話咯，我要自己制衡另一個意見先得嘅。咁係咪真係最後嗰一步，全部咧只係俾個資訊嘅啫？最後都係市民自己定斷啦。哎呀，不過我想問一下，你如果冇傳媒嘅時候，人民點會知道呢啲咁樣資訊？就例如沙中線嘅時候，咁樣人民都又冇呢個權力去入去個地盤裏邊。咁請問，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哋嗰啲超支嘅錢啊，係咪全部都係抌上彭水坡？我又會知道呢個沙中線係發生呢個超支啊，或者係建築標準唔合格事件？我方都唔反對咧，傳媒今日係有傳播資訊嘅途徑，但問題在於傳播資訊，然之後佢係咪制衡到嘛？我方面都唔係咯，就係因為傳播資訊，市民要自有方姐都識講啦，市民要自己諗啊嘛，係咪行出嚟嘛？所以呢個位咧，有方已經講唔過佢啦。最後想問有方咧，市民發聲嘅重唔重要？有方同學今日承唔承認傳媒係結合市民嘅意見嘅一個途徑？承認啊！再問多有方一次，市民發聲重要。重要啊！嗱，有方同學，我方都問咗你，既然你承認咗全民集合市民意見嘅話，咁跟住我同你講話，700萬個市民，每個
佢改變嘅時候，傳媒唔係最有效咧？我想問星島大公報同每報集合咗邊一方面嘅意見？啊，呢個我要問你喎，因為可能一直都覺得傳媒其實眼中得呢啲嘢啫喎。咁我當我方提出立場新聞，提出《蘋果日報》，提出《明報》咁樣，有科學有從來冇理過佢哋話有科學係咪當佢哋係傳媒咧？我方當啦，但問題今日有科學要講嘅係傳媒嘛，咁你係咪有方立場覺得星島大公報同每報唔係傳媒？有啱啦，有方同學承認，其實呢啲原來係傳媒嚟嘅。聽咁耐，有方我方先知道原來有方一直係有知道傳媒有兩極嘅聲音嘅。再嚟啦，我方得你個位。正方時間已經用完，反方仲有好嘅一分23秒時間，可以派出嚟，可以自由派出任何一個人過去，只可以發問。所以講到尾咧，其實有方都係覺得做咩咧？啱啊，傳媒做第一個散播資料嘅俾市民，咁最後係邊個帶到成效？咪市民咯。有方自己都承認嘅，佢都覺得市民係要帶出呢個聲音，俾政府去改變、去改善呢個問題嘛。然後今日有方咧，有方好執著嘅位置就係、是、到底係帶出資訊俾市民嗰個最重要，定係發聲呢個最重要？但今日有方講唔過去嘅係。今日如果你啲市民你唔企出嚟，你唔將呢件事表達出嚟嘅話，咁我想問下啲傳媒到底點樣知道？哦，原來而家咧發生咗呢件事，所以我就要去揾資料，所以我就要去採訪，然後帶出呢個新聞出嚟，咁先至令到啲人有所行動嘛。有方今日二副自己都出嚟同我哋講啦，話我冇行，我冇出過嚟去遊行，但我見到啲新聞，我了解咗事件。咁咪係咯？你睇完新聞之後，你有冇出嚟行？冇喎，你都係冇出嚟行噶嘛。你又要講到有民意，你又要講到啲人出嚟行要做到嘢。但你睇完新聞，你自己都做唔到嘢嘅時候，就唔好想說服我方講話。到底今日呢啲講咗出嚟之後，係咪700萬人睇咗一份報紙之後，全部嘅人一齊出曬嚟，全部一齊表達自己嘅訴求，表達自己嘅不滿？所以今日有方咧係越喺喺因果關係上面咧係講唔過去，因為佢淨係覺得有因就係根本到政府。但今日就算呢啲傳媒幾大事報道，多謝各位。正常上方嘅發言時間都已經用完，之後有兩環節結束。而家係結尾環節，雙方結尾有一分鐘嘅時間預備。咁我琴日一出嚟同我方講話，
而家咧呢個傳媒咧就可以集合曬呢個意見啦。咁想問有公嘅係，而家星島大公報嗰啲集合咗邊度嘅意見咧？有方同學一直都冇去論證到㗎。再同有方同學講，有方同學就話啦，而家咧揭露咗個真相咧，就可以制衡政府啦。但係住先，呢、這個商品嘅制衡點解無端端會揭露咗就等於制衡咧？有方同學冇交代到㗎。中間嗰個鬼友究竟係去咗邊咧？石上有方同學都冇論證到，點解揭露咗之後就等於制衡啊？因為有方同學都知道嘅係，揭露咗下一步係冇下一步啊，下一步都係靠市民啊。有方同學喺自由本領嘅環節嘅時候，都已經承認咗市民係做最後一步制衡政府嘅手段啊，亦都承認咗市民係有效嘅力量啊嘛。再同有方同學講，有方同學咧就話，佢就一出嚟同我方講話，推動政府去改變，保障市民嘅權益咧，就係呢個傳媒咧可以大做到嘅事啦。但係有方同學呢個根本呢個標準，有方同學就話我哋標準過高啦。但其實咧，我哋標準從來冇過高噶，係有方同學自己嘅標準達唔到啊。點解達唔到啊？自己喺有方同學自己喺公辯嘅環節嘅時候，我識講啦，傳媒係學自己一開始同我同我方講話，傳媒係可以代表700,000人去發聲嘅。但之後俾之後立場就退咗啦，根本就達唔到，係咪真係代表得到成場自己係自由辯論嘅時候，亦都先入為主話係可以代表到700,000人嘅聲音，但係邊度代表到啊？根本就代表到集合都集合唔到嘅時候，有方同學從來都冇論證到，所以最尾傳媒根本就保障唔到市民嘅權益嘅時候，有方同學根本就論證唔到辯題。再同有方同學講。要俾到壓力政府，制衡到政府，係要靠市民覺醒啊嘛！願意將事情放到國際舞台，甚至乎有方同學講到話，記者負責揭發，但如果冇事事自己講翻喺新屋嶺嘅一手經歷，831遭受殘酷嘅對待，傳媒只係可以坐喺度無從入手啊！有方同學自己都識講，市民係有認識、有共識之後先可以制衡得到，自己一貫都識講話，市民可以揀聽邊啲新聞，唔聽邊啲新聞，可以聽邊啲電台，唔聽邊啲電台。退一步去諗，如果市民係自己識揀嘅話，自己識睇嘅話，最後處嘅嘢係大家都，如果市民關心呢件事嘅，佢根本就唔會去睇，唔會睇嘅時候，咁傳媒制衡咗去邊咧？就算傳媒真係有報導啊，政府可以真正忙多個，唔需要理會啊，因為壓力嘅主因從來都唔係嚟自報導，而係嚟自人民點樣去對政權嘅反抗啊嘛，影響到整個社會嘅施政啊。好多人成日話香港人真係唔會再輸。面對香港如此困局，點解我哋仲要反而假手於人，將香港嘅前途依賴俾一個唔可靠嘅第三方咧？每個禮拜六日放棄行街拍戲、拍拖睇戲、食飯、參與唔同嘅集會，冇錯，我哋真係會攰，但係點解都要繼續啊？因為大家都抱住一個信念啊嘛，相信只要親力親為，唔放棄就係最有效推翻政制、制衡政府嘅最有效方法啊嘛！多謝各位。咁有請政方葉建總結，你有4分鐘嘅政方葉建總結，你有4分鐘嘅時間。評判有福台入場嘅各位，大家好！時代雜誌咧選出真相守護者為2018年嘅風雲人物，代表嘅咧就係遇害嘅沙地阿拉伯記者夏少根同埋另外3名新聞嘅人員同埋一家媒體。呢間報社代表住嘅咧係全世界無數其他新聞從業人員嘅奮鬥。世界各地有真相守護者，香港亦都唔例外。香港嘅傳媒同樣願意冒險去走入催淚彈滿布嘅示威現場，追求更廣泛嘅真相，勇於發聲報導，守護香港700,000嘅市民。對各位再一次大家好，今日企出嚟到呢度咧，問翻有冇犯幾大錯誤啦？我哋翻翻環形基本部，睇翻今日辯題中嘅重要字眼。第一個重要字眼咧就係現今香港，現今香港嘅政府係需要被制衡，雙方咧都同意嘅，係因為冇被制衡嘅政府咧，只會係自行咁樣去制定政策，漠視民意，最尾咧就會盡得翻暴政。所以我哋雙方都覺得咧，政府係需要被制衡嘅。更多係今日嘅香港政府係可以被制衡嘅，雙方都同意，因為香港政府係一個聽取民意嘅政府，亦都會為民意而改變。所以既然今日有方同我方都覺得政府係需要被制衡同埋可以被制衡嘅時候咧，今日有方我哋雙方最大嘅分歧咧就係在於制衡嘅方法。第二個重要字眼咧就係在於傳媒。有方口中所講嘅傳媒嘅偏頗咧，係冇影響到傳媒咧去制衡政府嘅，係因為有兩極嘅傳媒嘅意見，先更加可以令到市民睇得更全面。傳媒咧嘅最大好處就係在於影響力大、涉獵嘅範圍大。傳媒真正喺度做緊嘅
佢首先提供資訊俾一個市民，俾市民，跟住提供資訊俾市民，就好似有康堂所講咧，散佈意見。所以咧，真正令到社會上面有民意壓力嘅咧，係傳媒。再作補充嘅咧，就係今日我哋雙方都忽略咗嘅，就係海外嘅媒體啦。今日咧嘅海外嘅傳媒啦，今日美國國會審議香港人權同埋民主嘅法案，就係因為有海外嘅傳媒，所以美國咧先會召開咗三次嘅會議去討論，最後都更加係受理。所以今日如果冇一個傳媒，冇海外傳媒嘅話，市民點樣可以令到美國國會去討論呢啲咁嘅議題咧？再嚟嘅咧係一個嘅句子。今日有班講得好清楚啦，我哋要比較，但今日有方冇同我方比較喎。今日有方嘅論證責任咧，在於比較其他方案同我方嘅方案嘅利弊。但今日有方嚟到最後嘅位置咧，都冇同我方比較過。今日咧，我方就同有方比較下啦。有方口中嘅市民嘅一封信，同埋我方傳媒綜合咗最少200萬人，甚至700萬港人嘅意見嘅報導，傳媒咧明顯就更勝一籌。市民同埋傳媒嘅比較，市民比起市民咧，傳媒比起市民咧，好明顯嘅分別咧，就係傳媒咧有多張記者證啦。今日有方話咧，新聞自由會被影響。今日有方有冇講其實究竟市民又係有幾自由咧？市民又咪可以行入嗰個示威現場度影響，又可以有訪問嘅權利咧？今日有方要話俾你聽嘅就係、是，究竟市民嘅權利點解會被傳媒大，甚至傳媒嘅自由被限制？點解市民會比傳媒被限制嘅自由大咧？最後咧就係、是、有限力量啦。今日咧有方咧就話，今日我方見到嘅因果關係咧就係在於今日有就在於市民要出到聲咧，就係、是、要透過傳媒嘅一啲發布俾佢哋嘅資訊，佢哋先會知道而家發生咩事，先會發聲啦。跟住最後咧，再要通過傳媒去發布佢哋嘅意見，先會令到政府可以被制。可以被制衡啦。今日你有方解釋唔到嘅就係咧，其實今日而家香港發生嘅嘢，就例如係高官操守有問題、高官僭建風波、高官偷竊事件，冇傳媒嘅話，如果個市民又唔係嗰個高官本人嘅話，根本佢又唔會知道有呢啲嘢發生嘅時候，咁我方就唔明白點解市民會被傳媒好啦。以上幾點今日辯題絕對成立，多謝各位。
首先呢條辯題咧，大家就唔使誤解嘅。我極冇懷疑呢個辯題係應該係 set 出嚟係為咗 please 某一個贊助機構先諗出嚟，然之後就會衍生咗一個雞同鴨先嘅問題咧，就係話有人扮嚟，咁你有傳媒報道，都有人參與咧，即係你就話人民參與冇用，我哋有傳媒去發放資訊，咁咧。呢條辯題就會咧就不斷係雞先同蛋先嘅問題，咁我覺得，所以我去再留意喺呢一點咧嘅意義就唔大，因為我覺得呢個係辯題本身嘅問題。所以咧，你哋自己關鍵咧就係推論同你嘅辯技啦。咁講辯技先，我發現馬東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咧，你會有咯，係第一反應下你就做辯技，然之後你哋發現咧呢條線咧有好多問題。但已經太遲啦。例如你哋反共主義嗰個寫信嗰個，我希望你唔係好真心地覺得寫信係會強過傳媒制衡政府。咁但係嗰樣嘢就從時啦，之後反之後正方嘅主辯咧就不斷就由頭到尾咧都講你寫信寫信寫信，咁你就開始諗條點啦。係啦，所以咧你預期你之後人係咁講寫信，你知唔知咧？不如你一開始多兩三秒嘅時間就可能。到底你應該係點樣去要放呢場？我肯定你應該係咁嘅，同埋反結都係一樣嘅。好似話咗大警察嚟咗，即係有咩用？好似類似講咗啲咁樣嘅嘢咁咯，呢個係要諗過先嘅。然後就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你嘅政治立場就極度鮮明啦。咁我希望你有升到同埋機會，你知嘅贊助單位邊個啦？就呢件事就係、是、你係咪應該出現同埋辯論呢個遊戲就係為咗佢。令你摒棄你本身嘅預設立場，所以你就係咁，你就話不如立場先報道真相，媒體咁樣評我先係咁。雖然每日都係評我同立場，但我知道咧評我同立場都係好偏頗嘅。佢偏頗還偏頗，你報唔報道事實係另一回事。所以大家要諗清楚，大家點樣去對住唔同人本身去演嘢嘅觀點。然後，我等其他同事講其他。在講言語之間咧，我習慣咧要講一講咧，就係、如果我講嘅説話同你哋嘅教練或者老師咧有任何衝突嘅話咧，咁以你嘅教練同埋老師咧最後嘅權威就意味啊，因為我唔知道你準備嘅過程當中咧，究竟係咪一啲嘅考慮冇出到，跟住之後咁我評語就話你冇出喎咁樣，咁所以最後咧，如果你去去過濾嘅時候咧，你就諗翻，其實老師應該有提過你點樣唔出呢樣嘢嘅，咁或者可能有啲你考慮咗嘅嘢，不過我提咗，咁你見到啦，咁都係最後用老師同埋教練嘅意見做依歸嘅。咁呢度咧，我都想係就住正反雙方可能個主線上邊咧係做少少補充啦，或者可能係大家都可以一齊思考一下嘅。咁嗰啲正方方面咧，其實咧喺就住個辯題有效呢兩個字咧。你自己的準則咧係講咗可以改變到政府嘅決定嘅，咁所以就變咗成場咧就正方同埋反方，你就喺一個無限輪迴入邊咧，就講哦係市民企出嚟，政府先撤回嘅，跟住話傳媒報政府先撤回嘅，但係其實諗深一層，其實係兩樣嘢加埋噶嘛，即係其實你唔可以忽略，唔可以排除兩者嘅影響噶嘛，咁所以咧，我其實咧。去諗政府嘅主線上面咧，其實你除咗係咪可以改變到政府決定之外咧，你二部開始咧又出現嘅就係佢將記者證同埋示威者究竟有咩分別？你講一個有效，你已經係由另一個角度講，究竟有邊樣嘢係更加有效益㗎？就係、佢哋可能咧俾人示威者，其實你可能要去面對警察啊，跟住之後嘅一啲可能你講啲濫權。之後咁佢可能仲會俾人拉去坐監嘅時候，但我記者證我繼續留喺示威現場，我係唔需要俾人告非法集結嘅喎。咁呢個咪就係你記者證發揮到嘅效益咯。或者哇，我市民我即刻去咁辛苦去衝立法會嘅時候，但我攞住記者證，其實我已經係入到立法會採訪喎。或者咧攞到嘅就係、其實你啱啱有提過就係、一啲記招，其實無論係警察啦定係政府，已經開咗 N 咁多個記者招待會，即係意味住。政府要直接面對緊嘅記者，但可能前兩日經歷咗三個月，你先至有第一次嘅對話平台出現嘅時候，咁可能求都求唔到落區嘅時候，咁呢個其實咪正正突顯咗記者同埋市民究竟有咩分別咯？或者可能有少少例子就係、我記得有次睇將軍澳咧嘅一次因為示威，佢咁啱有兩個一男一女咧，佢對住將軍澳警署去檢票嘅時候啦，喺個行人路上面。咁咁啱都兩個人嘅啫，咁所以當時咧嗰、那個記者係得立場哥哥一個到咗，咁到立場哥哥到
乎係有啲動作㗎啦。跟住後面咧，你好明顯警察方咧係有人睇到，就係立場喺度，立場喺度，咁佢就停咗啦。咁停咗之後，其實你會見到究竟個鏡頭對於政府或者警察嚟講，究竟佢真係同你市民舉起部相機係一樣嘅效果呢？你可以諗一諗呢樣嘢，即係嗰個基督安全嘅時候，咁如果你係有一班傳媒喺度嘅時候，究竟點解上面嘅居民可以影到？點解要防守傳媒先呢？咁呢個我都係正方可以去諗一諗，究竟你哋自己其實攞到選擇嗰啲有效上面都成本效益啊，係咪更加大咧？咁就可能你哋嘅討論空間會大啲。就唔使喺嗰度即係無限輪迴咁樣誒，係雞先，係啦，係即係呢樣嘢先嗰樣嘢啦。然後咧，我就住咧正方嗰、那個個設計上面就有啲奇怪，就係點解會認佢係有立場偏頗嘅咧？即係如果你哋即係有啲位置，我係聽到誒係㗎，佢哋有立場偏頗，咁咪市民去揀咯。咁其實有啲可能比較中立啲嘅，例如係我自己覺得啦，係啦，大家都去討論嘅就係全真社或者香港電台咧。咁呢啲。香港電台你可以去諗一諗啦。我自己睇香港電台，佢就基本上近乎所有電台都係直播嘅啫。咁你當然你話鏡頭選取上面可以講，但係全真社你都可以係一個可以考慮嘅一個傳媒咯。咁某啲就真係好偏黃噶啦。咁呢個位置上你都可以諗，同埋因為咧，我聽反方喺度Freddy 嘅時候咧，佢講呢樣嘢，你有冇見過立場新聞去播黑衣人縱火或者打白衫人？其實我係見過嘅，係啦。咁呢樣嘢點解即係我係咪咁快就認佢偏頗咧？咁嗰啲係咁播掉火嗰啲係咪淨係無線播咧？係咪就識到好明顯唔係噶嘛？可以嘛？即係自己就算黃絲都睇到人哋都係好開心噶嘛？所以呢樣嘢究竟係咪只係藍媒去播一啲示威者嘅衝擊咧？我都望到似乎真實都唔係咁樣嘅時候，係咪即係可能即係咁前場就認係啊？有傳媒就偏頗㗎啦，啲傳媒係偏頗㗎啦。咁對你立場似乎唔係十分之有利咯，所以都可以喺個設計上面都去諗一諗。然後咧咁再落啦，個反方咧我都係有兩大方面咧想可能大家思考一下嘅，就你一開始咧準則啦，個反方係落咗係可唔可以令到政府回應訴求嘅？咁我就都係一個問題咯。我其實由聽到一半左右或者中段個位咧，我都唔係好見到你答到就係瞭解市民就可以回應到啦。因為大家其實我馬仔都知道，其實兩樣嘢相互相成啊嘛。點解淨係靠市民就回應到咧？咁呢個我覺得你個聚字嗰個位置，即係你覺得係傳媒加市民先係等於有效，即係你嘅立場究竟係咁啊？定淨係市民就已經係最有效，唔需要傳媒咧？咁喺立場上面，我都會想聽多啲嘢，或者其實你可以發揮空間大啲，都係係啦，都可以諗下就係其實已經有好多公民記者啊。自己 KOL 做 live 啊嗰啲，咁你又會唔會考慮啊？其實市民已經唔需要透過傳媒知道呢啲資訊嘅啦。基本上咧，而家有人自殺咧，已經有成班人圍住咧去影相放上 group 噶啦。咁我點解仲要你哋都認埋係邊個去傳媒報道咧？咁樣呢個我都覺得你可以去考慮一下嘅。咁第二就係、是、咁，我覺得啲例子上面都諗下，即係全場咧都淨係講文匯大公升報，即係咁講啲藍媒啦。咁但係事實上其實係真係存在住一啲黃媒，或者我自己都認為一啲報道比較中立啊或者中性啲嘅傳媒。如果真係正方準備咗好多呢啲嘅，咁喺呢個位置你會點認咧？因為我都會慢慢其實聽到後場，即係個世界變得大公。文匯星島，咁大公文匯星島係咪真係代表住香港傳媒四個字咧？咁我都覺得係可以思考一下嘅，係啦。咁跟住就等後面嘅評判再補充啦，唔該。我而家都講少少先，因為準備裝之前開始，我唔知道話要做什麼，咁我好快咁講完啦。咁之後啲咩嘅道別問題，咁我陣間可以再。首先講情況字，即係我同意將長尾通知之後，就去到變成一個究竟係揭發咗問題個步驟重要啲，定抑或係解決問題步驟重要啲咧？即係我自己覺得係真係有啲似係掛鈎咁，咁可能最後究竟邊邊嘅內容翻去諗得多啲，就真係在於你如何去論述點解你自己個部分會比較重要嘅。咁我自己覺得正方係咪有少少得咗你哋想講嘅嘢？因為我聽到你哋主編嘅時候。想講話係，即係你哋轉變嘅時候咧，其實
我究竟點解喺整合意見方面，即係可能傳媒係會好過而家政黨等等嘅資源啦。咁或者第二個論點，即係話迫使政府行動，其實我都有聽到你哋想講，好似係想比較司法覆核啦，咁或者係立法會做嘅嘢點解係更加有效？即係我唔知道你後面嘅貢獻方面會有講，但喺主編嘅時候係我有聽到。咁之後我都有嘗試留意下，究竟你哋點樣去比較點解傳媒嘅監督係會好過立法會，咁或者係司法覆核政府嘅決定迫使政府直接改變決定嗰下咧？呢個係我會有興趣想知道嘅。咁但係反方可能之後都冇就住政方內嘅內嘅推進去，即係做一啲其他嘅冇處理到啦。咁呢方面就可能即係呢方面咧就未必可以俾到分啦。咁但係我會諗嘅係上次調翻轉就係、是，即係你講到話司法覆核或者立法會係做唔到嘅時候，我就諗翻咁究竟你所講話傳媒監督嘅角色係咪真係能夠取代到司法覆核或者立法會入面佢所做到嘅嘢咧？咁呢個都係我會有一個疑問啦。咁但係好似都係冇喺場比賽度去有討論到嘅。咁跟住之後就反而我覺得咧，如果正方你想講多啲究竟點解即係點解個傳媒監督嘅作用有效咧？除咗係講話因為傳媒監督係傳媒監督係要答問題嘅第一步之外，我自己好似有聽到啲，我唔知道係咪真係想講，但我覺得你係好似嘗試比較究竟公民社會同埋傳媒監督上面，其實有啲嘢係傳媒監督做到，但係公民社會上係有限制嘅，包括係即係啱屏幕嗰度嗰啲記者證嘅問題啦。咁我覺得可以再放大啲嚟講，可以係其實一啲公民社會嘅行動，如果喺冇傳媒監督嘅情況，但係可能真係會被打得更加犀利。即係譬如係一班人，咁如果佢俾警察打，咁或者俾警察密話，或者想警察摧毀人證佢哋，咁如果冇個鏡頭影住咧，咁可能已經俾人拎咗去暗角，已經狂嘔噶啦喎。咁所以其實可能公民社會嘅行動，最後都係需要傳媒監督先可以發得更加大。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嘗試去想一想對方嘅利益，咁同埋高大少少，點解傳媒監督其實都係都話喺個實質行動上面係會有啲嘅作用效果。就我覺得喺反駁上面可以做得再好啲嘅。咁跟住去到有個位就係即係正方一副就講到話其實個立場唔係一個問題，總之係佢報到事實就得啦。但其實我呢度唔係，即係有啲唔係好明，係想講話佢個即係佢報嘅內容係冇偏頗定係，即係佢好似個俾嘅圖或者文件咧，到最後係有幾個警察落單啦。咁佢到最後佢描述咧，警察好粗魯，定係市民佢哋好粗魯，所以警察反抗咁呢啲立場上嘅意見其實唔重要咯，只要佢認到警察打市民。但我有呢個有少少保留，係因為你會話一個傳媒嘅立場偏向，因為佢報導出嚟嘅即係不實，即係因為佢報導出嚟嘅嘢未必係個事實嘅全部，所以你先會歸納得出個結果係佢立場偏向。所以我就諗住講話咁立場定係報警察殺市民咁，未升到報嗰個定係報市民定警察咁樣，我加埋你咪睇咗全面嘅資料咯。OK， 明白嘅，即係佢啲係兩邊啦，又報曬咁樣睇書咁樣資料。咁但係我自己喺呢方面咧，因為對方咧，即係對方捉住同你打嘅話，就係佢就同你數一啲即係正呢啲係即係比較親中嘅，全部冇報到一啲事實出嚟啦。咁我覺得你如何去即係如何去類似 report 翻佢哋咧，就可以講多啲究竟你而家蘋果或者一啲藍牆新聞，佢可能喺個公民社會入邊嘅影響力越嚟越高，即係例如佢拉取嘅人數好多啦，佢 circulate 越嚟越多，訂閱數越嚟越多，咁你先可以 cut off balance 到佢講嗰啲傳媒啊、大公啊、文媒啊嗰啲嘅口力，即係究竟而家係咪好多人睇大公文媒？我真係我唔係好清楚，即係我唔係好清楚究竟好多人睇大公文媒啦。咁但係如果今日對方攞同你攞嗰啲 TVB 啊嗰啲例子去講，即係個影響力真係會更加大嘅時候，咁我覺得其實最好嘅準備就係你真係攞多啲實質嘅數字或者影響力去同佢哋講話，其實係可以抵消咁或者係咁樣嘅。咁跟住同埋有一樣嘢係想睇一睇正方見面啦，即係我覺得我明白你係想去嘗試做一個歸納，係想講話對方可能係喺某啲位上面冇拗人哋。咁但係咧，我覺得個字眼就真係唔可以話冇比較過，因為我覺得對方真係有傾斜過人民嘅力量去出嚟同你比較。咁你最多可以 conclude 到可能喺某啲位上面拗人到你，咁但係冇比較過就真係個立場上就實在太不對等。
住講下辦方啦。即係辦方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因場攞嘅例子實在好似有啲少，即係譬如講啲親中嘅傳媒，即係星島啊、大公文匯。即係首先我自己都真係質疑緊，佢真係好多人係大公同埋文匯。咁如果你真係想攞一啲比較即係比較有影響力嘅例子，攞多啲 TVB 佢可能。即係 TVB 係主面有講啦，但係後場去做反駁嘅時候，其實無論講佢都係得升到大公文股圈，跟住就話佢哋講嘅都係偏火股。咁我覺得喺例子上面推進就上面就比較少啦。跟住同埋我覺得問問題上面咧，其實可以個反駁除咗係一名喺度講話咁最後都係有人民力量去，即係人民嘅力量去制衡。即係我覺得個 key 位可能可以轉一轉。咁譬如喺林鄭撤回咗。係即係五大訴求前有一個搞掂咗嘅時候，之前可能同樣嘅有民間都算都有200萬嘅，即係有200萬嘅民意壓力出咗嚟，即係可以問下究竟你所講嘅全部監督係咪可以能夠完全取代到嗰200萬嘅民意壓力咧？咁或者你點樣論證到嗰民意壓，即係個監督嘅作用係比民意壓力強？即係覺得呢啲位置就可能會俾你淨係喺度講啊，咁最後都係人民去即係人民嘅力去推翻喎，咁就可能會更加有效。咁但係咧，究竟馬哥係咪最後真可以做到一個 conclusion 係人民嘅力量更加有效咧？我呢個位係成疑嘅，所以我喺度諗因為我喺度諗咧，即係譬如當譬如如果對方可能都會搶，即係譬如一啲其他嘅制衡嘅，即係其他真係解決問題嘅就係過程，可能例如係司法覆核啊等等，咁佢真係可以直接改變咗政府嘅決定嘅時候，咁究竟係你哋眼中人民係咪真係一個最有效嘅力量咧？我自己都會喺度咁樣諗嘅，咁暫時係咁多先，因為呢個問題，好啊，有冇？而家先會概括，因為佢最佳辯論員係正方二副招致。